著名钢琴家柴琼岩又将率领其学生于11月初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两场音乐会。柴琼岩顶着钢琴神童的光环，13岁就和郎朗同时考入美国顶级音乐学府柯蒂斯音乐学院。觉得我跟他是性格非常不同的两个人，就希望我把我自己选的这条路继续好好的走下去。